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溪。很多朋友说我这个理由还不好，然后想让我去做个发型。然后我现在的话去理发店问一下，就是染一个头发，然后拉直一下要多少钱？姐妹们，我现在的这个理发店呢，我是拉直一下，然后做个那个蛋白矫正，然后把颜色染一下。这个刘海的话目前变不了了，然后就稍微修剪一下吧。要等多少分钟啊？头发已经拉了一下了，是不是感觉顺很多了？现在要进行下一个环节了。染的是这个跟这个混合的，等会看一下整体效果。现在我这个头发颜色似乎已经给我上好了，等15分钟洗了，大家看效果。我是上个颜色，然后拉直一下，然后跟师傅谈好了价格是300块钱。那你们那边哪个头发多少钱？姐妹们，姐妹们，今天这个头发发型就做好了，这个师傅的技术还可以，这个颜色刚好也是我需要的。然后比黑色嘛就要亮一点，然后在那个太阳光下的话可能会更自然一点。谢谢你啊师傅。头发做完了，现在准备回家了。这是我嫁给小白以后啊做的第一个头发，花了我300块钱，就是拉了一下，然后染了个颜色，这个颜色的话就是比黑色的话要亮一点点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就是整个人真身一点？因为以前的话这下面的话就比较毛躁。Hello， 小宝，今天怎么这么用功啊？在写作业呀？加油啊！那个握笔姿势，笔手拿出来。你发也不瞧我啊，真的不是。看一下我头发做的。婆婆说我头发做贵了，她前两天做的头发是80块钱，跟师傅给我摊了一下，然后颜色188，但是我做了蛋白矫正，然后188做不了。开始，荷叶圆圆，12，荷叶圆圆，荷叶圆圆的，绿绿的。小水珠说：“荷叶是我的摇篮。”小水珠躺在荷叶上，眨得亮晶晶的眼睛。小蜻蜓说：“荷叶是我的停机坪。”小蜻蜓立在荷叶上，展开透明的翅膀。小青蛙说：“荷叶是我的歌凯。”小青蛙立在荷叶上，蹲在荷叶上，呱呱的放声歌唱。小鱼儿说：“荷叶是我的娘伞。”小鱼儿在荷叶下笑嘻嘻的游来游去，捧起一朵朵很美丽、很美的水花。